这可是我们老板一宿。嗯，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阿姨，慢点，小心。可都带没，得地烫，撇撇啦。得要比得要啦。来，箱子给我。 周医生，乐乐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？早睡早起嘛。哦，这是我们老板吃不完的早餐留给你的，别浪费啊，浪费可耻。是啊，这可是我们老板一宿。那我就收下了，帮我谢谢你的老板，谢谢他没吃完的早餐，营养很均衡。哎，老板，朱医生说谢谢你，我觉得朱医生没有那么生气了，你看，那早餐都吃了。哎，怪不得说谈恋爱要找理工男呢，老板你可太行了。别废话了，走。不是，去哪儿啊？ 帮村民做室内消毒，知道去山上找找看有没有可用的药材。我们才睡了2个多小时，不亏他睡会儿。大家不都只睡了2个小时吗？你说朱医生，我不困，你困吗？困，不困。那我到底困不困？你不困，不是，我是不困，但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这睡眠不足会导致免疫力下降，这样我们会感染病毒的。你不会，你已经打遍了全天下的疫苗了。 不是老板，我可以不困，那你给我做个三明治，我补充补充能量呗。好，给你做。好。